那这个东西啊，它可以用过年，都是用一年两年东西啊。好，这个15块，如果是用一年两年东西，我不要买了。OK， 我们这个呢，详细敲它，它不容易坏啊，明白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这个呢，它代替你们酱多，你想值不值得？这个原价是卖29.9块的，我们现在卖15啊。好，15啊。OK，谢谢啊。拜拜。这个螺丝都值得的。来来来。 是确定的。什么？大概多少价钱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讲的话，人家不没有空要听。